刚才在那个身后的那个大厅啊，那边有个躺椅，躺了半个小时，哎呀，舒服多了。我觉得华沙这一趟旅行啊，唯一不爽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我这个嘴溃疡，上下两个溃疡，特别特别疼。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这个人的嘴溃疡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你看，这个白的这部分就特别特别疼，上面还有一块，比这个还严重。哎呀，嘴一疼吧，吃东西没味儿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吃的还有点多，因为它东西便宜之后吧，人就特别想吃。我就这个买了点那个麦当劳啥的，现在吃的胃有点不舒服。然后今天买了瓶水，哎呀，那个水太难喝了，就那种带气儿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去在那个肖邦公园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景点。从这条大道上简直走就能到肖邦公园啊。哎呀，太阳太足了，今天热得要命。